有时灵感找不到突破口，有时展现找不到突破口，有时社交找不到突破口，有时思路找不到突破口，是时候去寻找新的自我，开始排练。不甘心做运动路人，就做电竞超人。看，我就说我能赢吧。不想被束缚，就走出新的路。不走出去，就永远找不到对的群。不愿意被定义，就尽情做自己。你好，新年！你好，全新的自我。